牛逼！谁呀谁呀？比赛比赛比赛！太厉害了！太厉害了！太牛逼了！太牛逼了！别再爆了！正好走，你这牛逼也跟着他的无人。好玩啊，这个球！来，二零二零，输了你都要抱怨。哇！哎呦，我操！刚刚被大的被带挂的无人就反击了一下，三零。Thank you.
头插进去。也叫我。我觉得吃到一定程度。帮我讲，帮我讲。Thank you.
了，罚着我的。只有张不成黑马了。过了。那一瞬间我就已经感觉了，不是，我是只有大拇指防得住，我有那个假动作，小后盖就盖了，狼都放了。上面放了 ，OK， 好了，给了，给了。到处跑，我去，跟不过。我连篮板都点不到，就你跑来跑去。跑来跑去，对。关键是还有牙龙第一后卫帮你挡拆。对对对。累了吧？开始呢。昨天打不过了。
咽下的手口气没带说呢太累哪一瓶是啊随便拿一瓶喝劲儿都大。对啊，今天拔一把。老师，等等呢？啊，哇，你这么自信啊！哎呦，对对对，像这身样子，转快就打败了。别怕，别怕。腿力量大一点。
好的男人，对对对，很漂亮。这个是最不会传球的，放心吧，他会传的。快点！
牛逼！没有，这么抽我也不知道。来，上！我休息点。啊？我休息点。为啥呀？打错。来，继续。上嘛！你就不打嘛？你把下，他们肯定放给你啊。放空 James， 他拿不到篮板，他拿不到篮板。放 Jackson。放 Jackson 没球进啊。他老在外面飘着啊！他一来，我还在后面给 Stephen 加力。其实已经防得很好了。我是让位置给你。他一来，你们两个挡住我，就准备把球抛。我在让位置给你打。他不肯定是我犯规的。对呀、啊，他这种情况下绝对犯规的。这个是我接应的情况下，肯定犯规。